这是柴鸡是不？这多少钱一只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钱一斤啊？哦。这是一步一步那个鸭咋走的啊？啊，心肝肺。羊头，羊头羊肚，刚四面。鸭杂咋卖？27一斤啊，熟的啊。这多少钱一张的？6块。这个3块。哦，那桌大的呢？5块。哦，现在人们条件都买啊，农村里头。对，上岁数人都买啊，习惯。啊，3块钱俩大的。这个俩大的是站在哪儿呀？站在阳台上。阳台上。阳台上在俩卧室里头，一个卧室站一张吧。大的。不知道大的小的。这个阳台上买上一对儿这个，他两个大的啊，还比个小的呀。大门上贴个这个吧。啊，行。这多少钱一个？10块。啊。然后再买一副对联就行了。啊。写的啥了？这个是吗？请佳节，富贵吉祥，贺新春，万事如意。总共多少？18。18块。哦，18。啥东西？13了。这叫海盐瓜子儿啊。海盐啊。8块钱一斤啊。13。10块钱3两，干姜。对。我看这干姜，哎呀，这干姜是这样的啊。啊，皮酱晒干了不是？啊，就孜然面嘛。有，也是羡慕。不是，这发黑的都吗？这个。磨出来保证你是黄的。不是，把那个黑的给取了啊。磨出来就是黄的。好了。这个机器不用塞啊、哦，不用塞，可惜了。哦，能磨这么十块钱？10块钱，那大料咋卖了？大料10块钱了。哦，还有大料不多了，要不然给来点大料吧，啊、来点10块钱大料。那都治好了还治干啥？20元。过去了吗？啊，给点5块的。现在这个磨面更省事儿啊、哦！这个比以前那个省事儿。以前人们拿个那小电机那种的，那个太麻烦，那个、而且还沉。啊、哦，这个省事儿啊、哦！这个磨多少它就是多少，哦、那个磨一两它出不来一两。啊、哦，啊，这就磨的不用塞了啊、哦！不用塞，能磨这么细。